不是，她是你妈呀？呸，不是，她是你女儿啊？这是我女儿佳佳。佳佳，你咋在这儿呢？她是谁呀？她是我儿子。你儿子？伯母你好，我是明川。哎，张先生，你儿子在家，你让我上你家跳什么玩意儿啊？杨女士，你先别说我儿子，我要重要的通知你，以后啊，你就别老找我跳舞了。咱俩谁找谁跳舞？你在家没啥事，好好管管你姑娘。你姑娘到人家，你知道，大大咧咧，随便喝人酒，唱歌又是跳舞。张先生，你怎么说我姑娘呢？还我怎么说你姑娘？我知道你姑娘什么意思，就是相中我们家明川了。毕竟我儿子很优秀嘛，对不对？昨天刚升的主管。现如今不是什么孩子都能跟我家孩子一块玩的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姑娘穿的挺立着，她有单位吗？有五险一金吗？叔叔，这是我名片，多多指教。谢谢。天和集团副总裁，儿子，跟你一个单位的。看见没？你姑娘是天和集团副总裁，她是副的。哎，我儿子是主管，他是主的。那副总裁有主管大吗？太搞笑了，副总裁呀？那总裁是谁呀？我前夫。您姑娘真优秀。佳佳，你咋到这儿来了呢？公司新提了一个主管，我来家里慰问一下。老板，你变得好快哟。闭嘴。佳佳，不管你为了什么，你既然来了，我就希望你能理解我。你已经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工作，也有自己的生活。妈妈有点爱好，跳跳舞，交交朋友，这不过分吧？你看，姨呀，那现场的气氛挺尴尬哈。那个，我当小辈的，我想说两句。我觉得甭管您跟我爸是弹弹琴还是跳跳舞，我都没有意见，我也没有权利有意见。我觉得黄昏恋就应该跟正常年轻人的恋爱是一样的，没有必要搞得就像比谁低一头似的。老板，您看我爸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我，您母亲带着您，真的付出的太多了，为了让我们快乐，他们放弃的也太多了。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岁数，是不是也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了？我想说的，我说完了，气氛仍然是这么尴尬啊！爸，你们聊着，我哪凉快哪待会儿去。妈，我去看看他上哪凉快去了，你们唠着。杨女士，你没生我气吧？没有。张先生，哎，你儿子看着挺内向的，他说出来的话呀确实有道理。嗨，没有你女儿优秀。你家佳佳长得不像你哈。像他爸，脸大。你儿子长得也不像你啊。像他妈，宽。哎，张先生，那咱俩今天就别跳了，索性啊陪两个孩子一起吃个饭。哎呀，求之不得呀。那请吧，杨女士。谢谢张先生。